的感觉，但我们不要闷热。它完全是超高弹的，有没有看到它是针织毛衣的？它帽子很可爱，它帽子是真的可以戴的。然后呢，里面呢，先跟大家讲，它就是这样子。我穿 bra top， 所以海外的粉丝你可以像我这样穿。那台湾的粉丝可能加短袖、薄长、七分袖、高领，通通都可以。然后弹力保证 S M L 差的都可以穿，而且它很可爱。就是为什么要这样？冬天的时候可以让你加无限的衣服在里面，不会有紧绷的感觉。我觉得黑色穿起来的气场度跟绿色不太一样，绿色就是比较有点神秘，然后又有蛮欧腻的、比较质感的休闲绿。黑色啊，我跟你讲，黑归黑，可是黑很显白，可以搭红橙黄绿蓝靛紫酒红，任何颜色的薄长袖在里面。你看我说我实不实在，所以呢，如果你们要买，我会推荐你们买黑色，黑色超级时髦跟好看。这件现在啊，我觉得在台湾地区的粉丝绝对适合，相对适合，又好看又不会过于闷热。